今天是抽抽的最后一抽了，被姐姐抽走了。来，姐姐请抽。蛋龙，那个宠物当家里的猫咪，我来研究。会转弯，会转弯，好。然后帮我准备胶水。猫咪贴纸。颗球要进去吗？好吧，现在看一下水，把它打真的一下。这上面是光。要把玩具平均一点。真的是特别奖，放不进去。爸爸箱二十的人特别奖，这贴纸比较麻烦。这贴纸，假如要自动一包吗？好，每的都有贴纸，每的都有想想爸爸箱几个，然后每的都有玩具。好，收工。好，哇。影片记得订阅我，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爱大成小。哦。